大家，我是阿牛，今天来一个火烧楼的天堂啊，整片海域都是火烧楼的，这石头全部是的，你看石头上长得密密麻麻的，这里可能又拔200年的伐木板，这个石头全部是，我那边干多，200年，那里干多。大贩子，有人问我这个火烧楼是动物还是实木，其实它叫节肢动物了，你看它这个是它的嘴巴，涨潮了它就张开这个嘴巴来吃东西，这里一碰它它就会就靠，哎，这里这个看一下，你看近一点这么看，一把拉下来，留点小的，
白天，拔到天黑啊，拔这个你会忘记时间的存在，倒刺了，不拔了，来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成绩，这应该有两三斤，今天的博少龙过过的好有用，它这个肉的是超饱满，用手啊，哇，硬邦邦的，很受用。那一片石头，还有这边，全部是佛手螺，还有画面。有喜欢的朋友过来找我，带你慢慢拔。拔两百年，真的。三百年的文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山河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。你看我们这边的风景多漂亮，多看几秒，回家。大海呀，大海，是我生长的地方。你看风景多好啊！